迎节目主持人周美仪、李天柱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晚安！欢迎您再次观赏《烧金报》及《蓝白对抗》的播出，我是周美仪，我是李天柱，美仪你好。王日升的梦中情人是于台烟，为您带来这首《一见你就笑》。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。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谈吐举止使我迷倒，跟你在一起永远的逍遥。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？因为我已爱上你，出乎你的预料。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，我永远没烦恼。伍思凯一见到龙飘飘就说。